蜗牛，蜗牛过冬，你看，有一层薄膜呢，一层薄膜，你看，里面有水分呢，然后会保持生命。现在农历的12月16号，围绕种菜、种水果的人有在拜土地公的好兄弟。哦，这蜗牛啊，很容易吃那个菜苗，要赶快把它处理，没有杀，没有把它踩碎啊。抓到比较远的地方去。